According to the U.S. Navy statement, on October 2nd, U.S. Navy nuclear-powered submarine USS Connecticut was damaged after it struck an unknown object while submerged in the waters of the Indo-Pacific region. According to the media, incident occurr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.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on this? 中方对此次事故表示严重关切，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。 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、美方航行意图、事故详情，到底碰撞了什么，是否造成核泄漏、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。对于这次事故，我还想强调三点：第一，长期以来，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，在南海兴风作浪，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。第二，美方此次 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，缺乏透明度，不负责任。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。第三，美国和英国最近决定与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开展核潜艇合作，肆无忌惮地向亚太地区扩散核潜艇。此举是将制造核扩散风险，诱发军备竞赛，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。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。美方应摒弃 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，停止这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错误做法。抖音。